2020第78集，蒋经国过身，李登辉接任了后，台湾社会大变动。第三，宋楚瑜当任省主席的时阵，拄好全台湾一大半的新议长、副议长，甲管辖下的乡镇市长、甲代表会主席。差不多拢是各地三四十岁左右的乌都出身，因的骨气真像中国历史上一个末代皇帝突然间死去了后所形成的天下大乱的局面。不但军粮兵器各地占地为王，清朝结束的天下同款，清朝结束了后，想要做皇帝，阮世界死了后的局面嘛，不但各地军阀割据，而且土匪更加多。啊，这乌都就亲像明初遐个各地土匪同款，李宋关系变化嘛，因为宋当任省主席的时候。全台湾各乡镇市跑透透，啊，甲遮个人拢相当马子。1994年，因拢非常卖力支持宋选省长。啊，1992年，李登辉要竞选总统的时候，宋当然会要求遮个人搁全力支持李登辉。但是李登辉调无偌久了后，大概。忽然间发现讲，哦，这乌都平时左算之功，更加胡作非为。屏东县议长陈太杰公开凶狠杀人，高雄县议长互人抬，互人啊，还佫其他的县议长、甲乡镇市长，或者代表会主席，犯法的犯法，走路的走路，哦。李登辉的天下竟然是建立在这个乌都，这个乌都基础之上，多可怕啊！于是一步一步下令带领全面扫黑，结果这个人就对省长埋怨：李登辉真是万恶不赦，咱呐遐尼卖力之大，哎，动算的立刻翻脸不认人，反过来大整我们。同时嘛，因为片面俄罗斯伊尔钦效应，不得不动性，好假省长的选票可能会非常可能冠军总统，加上连宋竞争解放，你支持连，无支持宋，结果原本。情同父子，李宋变成仇敌。各位小姐、各位先生，你好！啊，咱今嘛阁继续2020第78集。咱前集讲过，啊，这乌道的吼，开大计公司、大公司，啊，去买青光，啊，做市长、做乡镇市长。啊，即嘛来出一个问题，即、这个时阵拄宋楚瑜去做省主席，啊，煞咧，因要选省长，啊，大家拢参加国民党啊，当然支持宋楚瑜选省长。哦啊，宋楚瑜做省主席就甲因种马子个，嘿，有诶乡镇市长吼，请1000万，伊互伊1500万，啊、哦，啊，所以咧，哦。这309个乡镇市长，拢改做马子，啊，这各县市议长嘛改做马子，啊，哦，啊，伊这个结果，伊起码换伊来选省长的时，省主席选省长的时，当然全力甲支持啊，应该遐马子，啊，人要要求这个乡镇要某种建设，啊。需要1000万啊，伊开1500万，哦，当然足赞的，哦，啊，就大家全力支持，
选省长，啊，再省长了，佫过一年过，过年外过换选总统，哦，啊，即嘛，宋楚瑜换倒转来，邀请因大家来选李登辉做总统，啊，即嘛李登辉就调总统了，哇，发现下骹了转一阵乌道的伊的支持者，伊的乡镇市长。啊！伊乡镇代表大会主席，啊，甲县市长，吼、哦，规大片拢乌道，哇，拢三十外岁啊，乌道啊，拢歹到要死，啊，搁县市长、警察局长拢唔敢管，哇，啊，都，伊头后一段期间成就，即个啥？大将军，好大将军，做行政院长大扫黑啊！啊，佮叫廖正和啊大扫黑啊！哦，啊这大扫黑吼，因这乌头走去，到这个宋楚瑜讲，哦，宋楚瑜不好意思，咱自己选总统，啊，这当总统啥？杀不定人，杀不定跟人整顿来了。啊，这嘛宋楚瑜，足迄啰，甲李登辉哦，啊足无欢喜，啊，搁等了顶摆，这个李登辉要调性，要动神吼，啊，互伊搁较歹，啊，因啊，这个。苏联呐，苏联那个叶尔钦哦，叶尔钦较大，伊个俄罗斯的共和国哦，较大，啊，伊个苏联叶尔钦的这个，你有可能选总统的票，选省长的票比总统的较侪票的，啊，所以这里要动神哦。跟他一二进相啊，要支持连战啊，选总统，这个人够好伊。宋楚瑜无欢喜，哦，啊，干那甲迄落，安尼呢，结果完，干那完事完了结，迄个父子，干那人偶伊两个干那父子，忽然间转来变仇敌啊！这段呢，大家都唔知啊，啊，我就讲到这。